不，那个，那不是鲈鱼。哇，已经晚了，已经晚了吧？哇塞，看出来出深了吗？啊，出来了吧？回来还是回来吧，刚才那个铁板。在脚底啊，钻！我终于来了，终于来了！哎，等了半天呢，就在脚底。哎呀！下！啊，饵掉了，饵脱了。呼呼！终于来了，你那在上层，这是在上层，这到上层吃，小哈，小 size，但也不小了。OK，放了吧，OK，放了啊，放了，不，主要是真扑腾啊。保守的话，心里数个20秒也足够了啊！哇，辛苦，向前的数啊！哇，辛苦，有了，向前的数啊，还没数到，下来了啊！下没问题，一松劲儿，什么？先看看啊，这是。哇，鳟鱼，可以看，耶！来吧！呀，下沉的时候借口，喘口气就是舒服哈，跟中午就是不一样。神仙不钓中午鱼啊，中午多苦！你看，来了吧？看，借口哈。下沉的时候就是，还不是咱们一般都是那个到了底开始搜时候嘛？这个是它下沉的时候借口，明显。刚才不还说要数呢吗？让它到底，我说还数个20秒，其实就可以了。其实让它还下沉呢，那时候砰。啊，线一松，我就别，反正已经弄下来了。OK，闷一点哈，相当大拇指疼啊，大拇指相当疼啊，耶！青少年的小朋友。不要学我这么抓鱼啊，耶！呼，OK，那就拜拜了。OK，就到这里了。
哇，累真累啊！钓深水相当需要集中力啊。这次呢，等于是夏季钓冷水鱼啊，啊，鳟鱼、大鳟鱼，收获的蛮好的。嗯，但是呢，夏季湖库的话就得钓深水，假如10米以深，啊，水温比较冷，所以用的呢铁板啊，包括沉水铅笔，收获倒蛮不错，但是呢，相当需要集中力，就是节奏放慢啊。大家可以看上次我钓鳟鱼的在溪流啊，可以看看，完全不一样。OK， 这里是钓趣无尽，我是戴伟谦教授马成，大家下期再会，六六六。说一说路亚换了多的环节到了啊。这期关键讲的是什么呀？抛投的刹车。大家知道刹车就是什么呢？咱们饵吧抛出去的时候，入水的时候，哎，连住线呗啊。入水前咱们刹车，让它轻轻的入水。所以抛投也是抛投出去，哎，连住线呗。大家在水滴桌上应该都没问题，因为水滴这构造吧，就是大拇指就是在线边上。它一入水，咱们就轻轻一摁就能刹住车。但是呢，关键的是什么呀？一个是枪柄杆，直柄杆，哎，也需要同样的刹车。我接触了好多，尤其新手吧，对反车轮的话就比较不做刹车，就掉下去了啊。抛投也是这么抛出去，抛出去了以后就这么松着啊，完了再盖杆，而不是实际上咱们反车轮也得刹车。那怎么刹车呢？有两个方式，一个是用食指来摸住咱们轮帽，轮子的这个帽子的这个侧杠，看，这是刹车。所以呢，落水的时候，嘎嘎嘎嘎嘎，刹车，再来，嘎嘎嘎嘎嘎，刹车。还有一个，另一只左手的大拇指来刹车，哒哒哒哒哒哒。那哪边好呢？哪边都可以。咱们大拇指的话，它的面积更大，所以呢，给的刹车更可以强。尤其玩远投啊，玩硬饵远投的时候，大拇指的话更灵敏啊。但是短距离、近距离、中距离的话，只是一个这儿的侧抛的情况下，就是防守抛，这儿的时候就用食指来抛，啊，更灵活、更快，效率更高。单手就可以操作，实际的效果这百闻不如一见啊。一般钓鱼打边儿也有，打亮水面也有，落水花越轻越好啊。不刹车的情况下啊，反车了不刹车的情况下啊，我抛下几下啊，水花就相当的大啊，因为没有刹车啊。但是我还抛同一个位置，带着刹车去抛的时候，水花就能控制相当的小，这样的话就不会击到鱼，特别关键，这儿的基础是最关键的啊。好吧，这期就到这里啊，下期再会。